表下请求率2000精兵，突袭黑虎坝，保证击败清军。如果不能完成军令，表下愿受军法严惩。不准！大帅，表下只请求带1000精兵，无论是1000还是2000都不准去，那是去陪葬。大帅，来呀！大帅，固守宁远城，擅自出城者斩。大帅，蓝先生，大帅，我求你了，大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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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求你了。 三桂，本不堂并非不想救你父亲，可是你知道，吴襄弃城逃跑，败兵折将，按大明律，即使生还，也难逃军法处置，轻则罢官，重则论死的。末将知道，吴襄是一条好汉，如何去承受这样的侮辱呢？ 与我之间，还不如战死沙场，成全他一世英名。你说呢？你听着，尊父战死之后，本部堂将抹去他弃城之过，上奏朝廷，大书特书他浴血奋战之功。同时，我要力保你继承父职，升任。 三品总兵官，谢大帅关照。起来吧，大帅。
家父在城外血战，儿子如果见死不救，如何面对家人，如何统兵打仗，如何对得起皇上？此时此刻你出城等于去送死，大帅。更何况说不定此刻武乡已经战死了。大帅，府争一炷香，人争一口气，表下情愿同家父一同战死。即使你愿意去送死，本部堂也绝不会发兵随你们父子去陪葬。我不要大帅的一兵一卒，我只带自己本彪人马。你的彪多少人？53人。你带53人竟敢去战多尔衮？是，太疯狂了。大帅，人间沙场何谈情义，作为将士不疯狂就打不了胜仗。放肆！大帅，你刚上任没几天，清军都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，如果全城上下都做缩头乌龟，皇太极会怎么看我们？朝廷大帅会怎么说？大帅，表下认为就是死也要给皇太极一个样看看。我只请求大帅允许我带自己标下人马，标下知道此去必死无疑，但标下保证清军的伤亡会比我军大几倍。听说你那53个弟兄全是宁远兵变的劫后余生之徒。是。果然又狠又辣。我问你，当初闯宫夜报在皇上面前大呼袁崇焕的是不是你？是。我再问你，当时你不过是个六品的虚衔，可为什么要在皇上面前一再抬举我这个一品总督呢？大帅，辽东将士们都把您当作救星啊。吴三桂听令，本部堂命你率53个弟兄出战清兵。末将遵命。记住，仍然不会给你一兵一卒，不过我会命令我的40门红衣大炮一起开炮，为你53个弟兄开道，为你这个疯子壮行。末将谢恩。一来对朝廷有个交代，二来对清兵也可小事锋芒。大将军，宁远城的援军到了。哦，果然来了。好，马上传令正红正蓝两旗火速前进。是，务必将他们全部歼灭。是。慢着，来了多少救兵？大概有40-50骑。才这么点儿？有没有后续兵马？没有。胆子不小啊，统统把他们给我宰了。是，撤，杀。Yeah!
我来了。起冲啊！走！儿臣拜见皇阿玛。臣弟拜见皇上。平身。那个人就是吴三桂吗？回皇阿玛，那个人就是吴江的儿子吴三桂。大明又出良将了。真是百足大虫，死而不僵啊！豪哥，你就是被他砍伤的吗？禀皇阿玛，儿臣现在就将他碎尸万段。不必了，你们在此观战，朕去会会他。皇上，皇阿玛，皇阿玛，你如果想要他人头，儿臣现在就将他砍下来。皇上，你是天子之躯，不可前去啊！怎么，你们是为吴三桂的性命担心吗？放心吧。朕现在还不想让他死，朕只想跟他说说话。闪开！来者何人？朕是你的朋友，大清朝皇帝皇太极。标下君命在身，不能下马行礼，请恕我无礼。不必拘礼。既然是朋友，那就边打边聊吧。好啊，三桂，你功夫不错，但是你要当心，朕的剑法也不弱。打要打得开心，聊要聊得尽兴。吴三桂，你竟敢藐视朕，为什么只守不攻？标下不敢，朕命你放开手脚攻杀。这呀，皇太极，看来你并不想真杀我。何以见得？如果你想真杀我，我们父子根本就冲不出去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但是朕现在还不想让你死。标下奉陪。朕问你，你们的崇祯皇帝会使龙泉宝剑吗？他能拉开500斤的弓吗？他能一马当先，驰骋疆场，与敌人以死相拼，边打边聊吗？回答朕，不能。如此，大明的崇祯皇帝就不是大清皇帝的对手。表下认为，皇上应该驾驭龙宫，君临天下，不必形同武夫。荒唐！你们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，就是一位马上英雄。身高6尺，武功超人，骑一匹无坠神骏，纵横沙场20多年，亲身经历大大小小70多战，身负战伤13处，这才开创了你们大明的天下。吴三桂，朕说的对不对啊？你说的句句都对。可
不到200年，他就一代不如一代败落到如此地步。告诉你，荣誉深宫者，个个是昏君，早晚丢了铠甲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吴三桂，朕喜欢你，因为你算条汉子。希望你能够归顺大清。表下，身为男儿，何惧生死，绝不投降。不要把话说绝嘛，朕愿意等。你3天后归降大清行，3年后归降大清还行。归降之后，不顺心要返回大明，也行。好汉嘛，朕准你来去自由，怎么样？吴三桂绝不投敌，不投。你们汉人为什么把我们满人当成敌人呢？我们和你们一样，都是上天赋予的生命，我们都是在用自己的血汗耕种自己的家园。皇太极，表下从小就遵循这个道理。可惜呀，居然连你也会相信这天底下最大的谎言。吴三桂啊，吴三桂，朕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说朕是你的朋友。嗯，朕把你当朋友，至于你愿不愿意把朕当朋友，朕拭目以待，绝不轻蔑。多谢了，吴三桂，你能带两句话给袁崇焕吗？表下遵命。第一，朕和他都知道，他那个5年平定辽东，那是骗人的鬼话，只是崇祯把这鬼话当成了真话。你转告袁崇焕，朕5年要入主中原，这话你敢带给他吗？敢。第二，如果不想让大清入主中原，那大明必须承认大清，双方平等相处。大明每年向大清提供黄金10万两，白银100万两。敢问大清向大明提供什么？哼，考虑到大清皇帝的脸面嘛，我大清向大明每年提供税赋，貂皮1000张。皇太极，你认为这公平吗？大明有疆土万里，而我大清只是关外一隅，多寡有别嘛，因此啊，朕认为这很平等。休想！那朕只有年年率军入关南下，打得你们丢盔卸甲、鸡犬不宁，直到你们全部跪下来祈求我们大清朝为止。朋友，后会有期。皇阿玛，儿臣愿率本级兵马先去宁远，再攻山海关。可这个袁崇焕坚守不出，你如何攻关呢？即便是攻下了宁远城关，紧接着还有紫金关、
娘子关、飞虎关、双石关，难道我大清的实力就要耗费在这没完没了的公关上吗？这如此下去，何日才能入主中原？有时候啊，朕雄心万丈，觉得取天下者非朕莫属。可有时候，朕又有些悲观呢，觉得一统天下那一天怕是看不到了。朕入主中原的大业，要留给儿孙们去完成。皇上，袁崇焕，你呀，也算是个通古博今之人，你肯定已经看出来了，大明不行了，大明完蛋，这是迟早的事。你为何还要违抗天意，与朕为难呢？你为何还要阻挡那不可阻挡的大清，来挽救那不可挽救的大明？皇马，10年前，你用红衣大炮炸死了先皇，这血海深仇，朕还没有报。怎么，你今天还想来当救世主吗？袁崇焕，朕恨不得活活捏死你！你们要记住，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胆，袁崇焕是崇祯的胆。我大清要入主天下，首先要粉碎这两个胆。传旨，立即各旗各部暂时回京。皇上，我军连战连胜，士气正旺。刚才说什么？朕说班师回京。你说什么？臣弟说遵旨。这就对了。汉臣范仁宽拜见庄妃娘娘。范仁宽，谁让你在这喂马的？大个豪格，这是奴仆干的活啊！臣不在意。你不在意，我在意。你是我的教书先生，不是豪格的马夫。娘娘，就剩这一点了。行了，范先生，你别干了。哎呀，范先生，我让你别干了，我让你别干了。范先生，你虽然是汉人，但是你也是大清的三品大臣呀，你怎么能受这样的屈辱呢？庄妃娘娘，臣从小就是李亲王的家奴，所以在将爷的眼里面，我名为汉臣，实际上就是个家奴，甚至比满族的家人更低贱。你为什么不反抗呢？我凭什么反抗啊？难道你就这么自甘屈辱吗？娘娘应该知道，在关内，汉人历来不了解满人，满人自然也不了解汉人，要互相宽容和理解，这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，所以我并不怨恨豪格爷。行了，你别干了，赶快更衣，然后来考我的学业吧。臣遵旨。
先生。好，非常之好。论述明晰，立新颖，笔墨酣畅，才思敏捷。真的，庄妃娘娘，实话告诉你，此卷当中的四五两题，乃大明永乐十二年江南贡院五省会考的试题。能将此卷当中的这两题答出者，便是当年的举人。啊，真的，我中举了，我中举了，我中举！啊，哎呦，皇上！妃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皇上，我中举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把江南贡院五省会考的考题都考出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您看呢？哦，皇上，你看，潘先生。这真的吗？回皇上，是真的。永乐十二年江南乡试的卷子，在下年轻的时候答过，许多考生的答卷远不及庄妃娘娘。啊，天哪！哎，这庄妃真有那么大本事？皇上，据臣看来，庄妃娘娘的才学，就是在大明内地的女流当中也属凤毛麟角，在咱们大清朝，那更是前所未有的第一女才人。本部堂再敬你一杯啊，坐。来，干。嗯，哦，三桂，你把皇太极对你说的话详详细细的对我说一遍。嗯，皇太极说五年平定辽东是一句骗人的鬼话。哼，你说下去，本部堂不怕丢人。嗯，皇太极说大明必须承认大清，如果不承认大清，朕只有年年入关南下，直到打得你们大明丢盔卸甲，鸡犬不宁。还有吗？全部给我说完。是，皇太极还说，朕要一直打得你们大明跪下来哀求我们大清为止。哼，无耻之极，欺人太甚。这是皇太极的狂妄之言，大帅，您根本就不必在意他。如果仅仅是狂妄，本部堂当然不在意。但是刚才那些话，句句都是他的真心话。大帅，有大帅坐镇辽东，这皇太极必败。嗯，半月之前，本部堂御前应对，我对皇上提出平辽三策，那就是练兵、守城、联防。结果皇上听了是龙颜大悦，
大帅，这的确是万全之策呀。不，这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谁当这个大帅都提得出来，你也行啊。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平辽三策，是为了宽慰皇上，是为了邀宠，是为了取得皇上对我的信任和支持。大帅，这吴三桂，我身为辽东大帅，如果得不到皇上的信任和支持，那我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。嗯，哎，我现在跟你推心置腹，你听着。嗯，我心里真正的平辽三策只有三个字：战、守、和。战、守、和。对，战是齐赵，守是庞州，和才是郑州。大帅，那这么说，战和守只不过是手段，和才是目的。对，以战求和。嗯，三桂啊，求和这两个字听起来很痛苦，甚至很耻辱，可他真的是安邦定国的根本策略。嗯，如今皇太极是兵强马壮，势力如日中天，而我大明呢，天灾人祸，南忧北患，别说是五年，即使是十年二十年，灭清也难呐。大帅，要照您这么说，大明威亡在即。不，我大明开国二百多年，一直在戍边劲敌，雄视天下。如果大清想灭我大明，那是痴心妄想，其结果只能是双方不断争斗，战事连连，国家与百姓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。所以为了大明的未来，我们必须暂时承认大清，双方只要十五年和平相处，那么等待我们平定中原之流寇，恢复内地生产，富国强兵以后，再挥师出关，一举扫平清廷霸气，这才是退囚禁之策，才是我们安邦定国的百年大计呀。朝廷内外，甚至关外皇太极都想不到，大帅心里边竟然会求和。在世人眼里，我袁崇焕是个百战百胜的将军，恨不能杀尽天下贼，留有万世名。这谁也不会想到，我心中想的是和平，上任伊始竟然忍辱求和。从罢官戴罪之时起，我就在家中苦苦地想啊想啊，整整想了十年，我才想清楚这个道理。我大明要想长治久安，就只能争取和平。大帅之言，标下拜服。三桂啊，我对你说，战争是危险的，可是求和往往比战争更危险。在战场上，我只会死在敌人的刀下，可是在求和的路上，敌人和友人都会杀我，皇上和大臣都会视我为奸贼呀。不过到那一天，我死了，希望你能把我未尽的事业继续下去。大帅，标下誓死，追随大帅，标下对天发誓，绝不辜负大帅。
吴襄，尽尽戴罪。大帅，家父会被问斩吗？未必。明日一早，你亲自押送吴襄进京，送交兵部。大帅，我已经把你浴血退敌的事情大大的渲染了一番。在你还没到京城之前，你吴三桂的名字已经大大震动了朝野。我想。 皇上看在你这个大功臣的面子上，他不仅会重重的赏你，也会给你父亲一条生路。所以，我派你押解他进京，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。谢大帅恩典。 太妃，你回去歇息吧。为什么呀？范先生能在皇上旁边侍驾，我怎么不行？范先生不仅是你的老师，还是朕的大臣嘛。朕想单独跟他说说话。皇上，臣妾不想走。走。 范先生，朕有疑难，希望范先生赐教。皇上，臣万万不敢言教，请皇上旨意。朕想消灭袁崇焕，占领山海关。臣以为，要战胜袁崇焕，首先应该弄清楚袁崇焕的强弱所在，弄清楚他最怕的是什么。他怕什么呀？ 袁崇焕不怕皇上您，更不怕八旗精兵。他最害怕失去崇祯皇上的信任，其次怕的是朝廷大臣们对他施阴谋、放暗箭。如果崇祯对他失去了信心，不说是山海关，就是万里长城，都将不攻自破。而崇祯恰恰又是一个孤僻自信、生性猜疑的皇帝。 范先生啊，朕苦恼了多日的事儿，怎么叫你三言两语就给解开了啊？皇上不必奇怪，因为在下是汉人，比满人更加知道汉人的毛病所在。
睡。